Nancy's farewell party. We have lots of food right now. All those food.我在看 Bobo 的时候，那个门我走进去 ，and then 他就从门那个冲出去，然后说：“哦哦，完蛋了！”他跑去哪？结果他又去转一圈，又回来了。美宝送的书。啊，是看他的吗？哇，读英文书哦。最后一面，最后一面。还要录。不能照太清楚。啊，美宝，讲几句话。你也可以唱歌、啊、做学生啊，会做菜啊，煮得很好吃啊。谢谢，这个是很特别，就是很特别，不是每个人。对嘛，要补一下，想一下什么东西。对，对呀、啊。来到哪一道菜啊？什么菜啊？大厨以后是大厨。OK， 我祝福你以后用这个做管道，传福音。好，真的传福音，神祝福你。谢谢，这是一个。It's blessing、借着这个管吃的事情管吃的我就给你一首歌就叫做异乡寒月集离别了这里不知多少年了那可爱的家乡忘了遗忘眼前只是一片渺茫和辽阔不管是什么原因啊是怎样然后就是你回去就一路顺风啊就是保持联络然后我们有些台湾的对吧不是台湾你可以去台湾看你嘛然后就对啊然后你也可以回来看我们、啊、然后就保持联络嘛然后先正就好了不管你去做什么不管去工作还是怎么样都祝福你有好顺利大家不要delete我的 Facebook，OK？ 你就是风，虽然说没有常常跟你接触啊，但是你就是风啊，回去有空联络。我很喜欢你这个台客。一开始几次吧，然后每次都做那个什么卤牛哦，给你吃。就是之前他刚搬到变成我家邻居的时候。然后我看他一个人，所以我就从我家录了一些东西，就直接拿开着拿录给他。我也一个人，自己在一个人。就是你家离我家比较远、啊。我也是一个人。Nancy 啊 ，Steve， 然后 Paul， 然后加上 Quinny， 然后 Eric，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刚来 Tulsa 的时候认识的，现在有两年了吧，三年这样子，所以尤其 Nancy， 以你来说，你被这个小组做过的所有东西，我们都看见，你去接送啊，你去来我们的小组啊。你是怎么说老人在这个 group 里你算蛮第一批的但你现在要走所以我们就觉得很不舍真正第一批的是闺女是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说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像在一起笑啊像每个人心里我相信他们都像蛮难受就说啊一个好朋友一个好 friend 他要就说走掉了所以我希望呢我不管什么原因了你回台湾所以我希望就如果可以的话就经常要跟我们联系一下 Steve So I just want to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Taiwan and hope to bring what you learn from this where you're at over here in this program Pastor Steven from God and bring to Taiwan and bring the gospel to Taiwan and to your friends around here andWish you all the best. 见过 Nancy 两次面，然后我们就是对他还不是很认识，就是大家都是台湾人嘛，然后又是比较南部的，所以我们的就是怎么讲，有一部分北部有问题吗？谁啊？就可能有比较亲切的感觉，对啊。所以如果就是有回台湾的话，我们再一起联络一下。
是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孩子，非常难得。所以因为每次我不需要我讲，不需要我说，可不可以帮忙收东西、洗东西，第一个来洗，第一个去收，第一个我可不可以帮忙搬椅子，第一个来，可不可以帮忙去载谁，好，我去。我自己都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但是他是这样，所以这每一个都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非常好的，所以谁娶到他谁，谁蒙福，早生贵子啊。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的人缘非常好，朋友很多。可是我还是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这是你的优点，但是也是你的缺点。我知道，你可以相信，很多人这么说。对，所以相信，要看清楚，要智慧，还有智慧。透过 Queenie， 然后又透过 Nancy， 我们就是小组在 TU， 然后。他真的是帮，就是像大家讲的，就帮了很多忙。我觉得他可以，很多人讲，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要服侍人、帮助人，可能是煮菜啊，或者是帮助啊，再来见证神的爱。对啊，因为特别很多新学生，可能那时候毛宇刚来啊，就不太认识嘛，然后我们常常去，然后这样住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Nancy 她，这是她可以做的，就是用这样子她的 gifts， 她的恩赐来服侍神，对啊。所以就像 Joseph 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祝福她，让她可以把这样子所学到的。可能在教会或者在小组所学到的很重要的 Nancy 自己也讲了，就是不管别人是怎么样，我就是我要爱人，我要用神的爱来爱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腐烂的社会 unfortunately， 可是我们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做改变，一个人就从一个人开始，一个人就可以见证神，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你的乡村、你的城市、你的国家、全世界。所以我们很感激 Nancy 她的 contribution。我看这一次过瘾，赚不少钱。Nancy's game with us。没有，大家先交流完，到最后再。他们两个还没有交流。好像不行，怎么办 ？And then soccer match. What did you tell me? What club did Philip play for before New York Cosmos? 别说。Nancy， 我们爱你。我也爱你们。尴尬。我们也太尴尬，就突然播出我们好了。尴尬。你叫明星呢？你要不要 post 他？Nancy。我又不是到这里，不要走。不见面。谁有来聊谁？宋基团。Nancy 在那边。